那成，那你在这等会儿，我替你瞧去。一封都没有。 不差啊！我这不没顾得上吗？刘云泽同学，你已被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录取，请于3月6日办理入学手续。恭喜你啊，考上大学了！ 你咋还哭了？没哭了，迎风泪。来来来，专治迎风泪的特效药。刘云泽同学，你敢骗我？你看什么呢？长出这眼了，快拆呀！王卫东同学。 你被我校生物学录取，云泽，我也能上大学了，我也能上大学了，走，我回去告诉他们。好，<笑>来来来，都倒好了，拿吧。哎，哎呀，我想说两句。站起来说。 您现在是大学生了，亲娘，必须站起来说，鼓掌。哪有掌还鼓什么掌啊？我今天呀，特别高兴。你看咱们家出了2个大学生，在王家3代矿工，我呢又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，我能培养出来2个大学生，真的，这是祖上积了阴德了。 魏东，马景，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文化人了。来，妈，我们不是文化人，我和云泽学的是理科，是科学，那科学跟文化有啥区别？你这，你就别跟冯一咬文嚼字了。冯爷，他们俩以后啊都是科学家。对对对，科学家，科学家。我可不是，我就学医，我要继承我爸的衣钵，救死扶伤。嗯，好。我提个议啊，咱们这第一辈啊。 还是先进我爸跟刘哥刘嫂，是他们在上面保佑咱们的。对对对，你看妈这一激动就忘了，还有小陈的妈，这都是前辈，来来来，敬他们敬他们。
要是你爸能活着看到今天，那得多好啊！妈，冯姨，我王叔要是在啊，他一准不希望你掉眼泪。不掉眼泪，不掉眼泪。好了，吃饭吧。今天这桌菜啊。 可是我冯姨正经下了血本的，小子教你会说，好像我平常不给你们吃似的。来来来，快吃喽！筷子，动筷子。冯姨，冯姨，哎呀，是小爱呀！冯姨，哎呀，小爱来了，你不是说你加班来不了吗？我请假了，有这么好的事儿，我肯定要来凑热闹。哎呀，太好了。 这还买东西，你看你。我买了烧鸡和点心，加个菜。哎，那你快洗手先进去啊！我去把它撕了啊。好像是艾姐来了，过去吃饭。我去看看。 姐，呀，大学生，你也逗我。没逗你，我是羡慕你。哦，对了，什么时候去报到呀？2个星期后。这么着急？可不，我们这届已经落下了，以后都是秋季开学。姐，你要是想考的话，就考9月入学的就成。我不考，我们家还有磊子呢，我要上大学了，谁照顾他呀？这姐俩怎么还杵在院里说话？来来来，小爱进屋啊！好嘞，好。进来，小爱来。 哎，大明儿，你往这边挪挪啊，让小艾坐这儿来。艾姐，你坐我这儿吧，我给你腾地儿。谁稀罕坐你那儿？艾姐挨着我坐，也好。好，行，好，我挨着卫东坐吧。哎，来，把花给我。 来，坐。大明儿，把碗筷递给我吧。哎，你们看啊，小爱今天还带来一只烧鸡。小爱啊，今天呢，我们是给这2个大学生庆贺呢。来，2个大学生，一人一个鸡翅膀，哎，展翅高飞。妈，一个翅膀怎么飞？ 我一条腿不也走着呢吗？吃你的吧。来，小艾，你吃吧。冯姨，不用了，还是给小程吧。艾姐啊，这是想让我以形补形，吃哪儿补哪儿，是吧，艾姐？ 去学校的东西都收拾了吗？我那点东西有啥可收拾的呀？跟下单的时候一样，去了看着买点就行。女孩子出门哪有没东西可收拾的？我给你买了几样东西，待会儿你看看行不行？ 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现在就想看，带我去看看吧。好，在我包里呢。好，走吧。哎呀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张嘴，谁知道？哎，乖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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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我在前山睡大炕那会挨着我的是个上海姑娘，身上就是这个味儿，特别香。你闻闻。 单单最喜欢这个味儿了，姐，你闻闻，我香吗？嗯，香，香着呢。还有，嗯，喏，你怎么知道我就想要这个？这是。
是一把抓，谢谢艾姐。我还从来没有过粉色的东西呢，哥，你看看，艾姐送给我的。好看吗？哥，你看看我呀，好不好看？好漂亮啊，哥。我姐有个一模一样的，你说好看吗？ 说明艾姐的眼光和小月姐一样那么好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 云泽，啊，送给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一支钢笔啊？我看你手上老是黑一块，好像是钢笔漏的墨，该上大学了，应该用个趁手的东西。谢谢杨爱阿姨。不用谢。 谢谢你送云泽的钢笔。文清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啊，也谢谢文清。不客气。哎，杨爱，嗯，我想跟你好好的谈谈。哎呀，我把卫东和云泽当成自己的弟弟妹妹，他们考上大学，我替他们高兴，送点礼物不算啥。不可他们不是你的弟弟妹妹。 杨爱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这心里只有燕儿，谁都取代不了她。我没想取代谁，就像谁也取代不了海子哥一样。那你这是干嘛呢？你这一步一步进入我的生活，你就是在取代他的位置。那为什么还要假情假意的谢我？谢谢，这是两码事儿。谢谢你不代表我欢迎你进入我的生活。 王大明，我首先想跟你声明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取代燕儿的位置。其次，送卫东和云泽礼物是因为我心疼他们，不是为了进入你生活做铺垫。但愿你说的是真的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这么想的。但如果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我还是向你道歉。大明。 你想过没有，你为什么这么敏感？是不是因为你的生活中太缺少这么一个人了？缺就缺呗，反正我这心里只有燕儿，谁都取代不了的。不但是心里，连身边也是吗？是。杨爱，你会找到一个真心对你好。 愿意跟你组建家庭的人，王大明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如果真有个人全心全意的对我，我反而不能嫁给他。我觉得你合适，是因为你的心里有燕儿，我的心里有海子哥，我们之间能够彼此理解。不是，那这样在一起有什么意义？可以做一家人。大明，你难道打算一辈子就一个人了吗？ 不是一时，是一辈子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这可能吗？如果卫东、小程，甚至是云泽，他们告诉你，他们打算一辈子单身，你会同意吗？还有冯姨，难道你想让他下半辈子一直为你操心吗？海子哥和燕儿。
他们已经走了，我们心里的位置会永远的留给他们。但是，我们就不能有自己的家庭了吗？难道就应该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，连身边有个伴儿都不行吗？ 妈，认个真，都看不清了。啊，可不嘛，老了。哎，让你晚上别干针线活，又不换个大点瓦数的灯泡。这跟灯泡不灯泡的没关系。48，你现在才多大？等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我都看不清。你也看不清啊？你也花了。 说你这孩子认得真都这么笨，难怪。好了好了，成了。你这写啥呢？别看。你就是把它杵到我跟前，我也看不清啊。也是哈。哎，你呀，你是我闺女啊，就是不看。 妈也知道你写的是啥，不就是给那个柱子写信的吗？你知道我写的啥？柱子，我考上大学了。才不是，我写的是过两天要去见他。你过两天要去见他？嗯。那你还写什么信呢？哦，这信纸、信封、邮票、不花钱呢，这不等价不值，柴米贵。哎呀，还是我妈会算账。 直接去给他个惊喜，惊喜吧你！讨厌，我去给他个惊喜。你不用着急拒绝我，也不用有负担。再不济，我就认冯姨做干妈。 我们做干兄妹。你不用陪我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大明啊。 干什么呢？这么入迷。啊，快上来，上来说吧。赶紧回来了，这次出门够长的。你妈出门了？啊，可能在屋。 还是咱们这儿暖和呀！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啊，这革命事业离了您，还搞得成吗？小陈，我说错了吗？年三十都不见个人影，要这么下去的话，哪天连家门都找不着了吧？小陈，你干嘛去？我心里憋得慌，出去透口气儿。 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义。玉是美玉，琢是琢磨，器是磊子，你自己看一会儿。 你跟磊子吃饭了吗？
说吧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没有啊，没人欺负我。你看着我，是王卫东还是林志成？为什么一定是他们俩？他们家就他俩难缠。丹丹，要是我一辈子不嫁人，陪着你好不好？别胡说，谁要你陪？我还要嫁人呢。你嫁谁呀？不知道，反正早晚有人。你呀，不是前两天哭的时候了？哭两天就得了，我还能一直哭啊？他林志成不识好歹，我还非得一棵树上吊死不成。姐，还有你，那个王大明要是不开窍，你也别老去找他了。非看他那脸子干嘛？我就不信凭咱姐俩找不到比他家人更好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是他。我听林志成说过，他姐跟王大明感情可好了，所以他心里未必容得下你。我知道。那你还非找他？正因为我知道，就更要找他。丹丹，我心里也只有海子哥，也容不下其他人。那你是图什么呢？不想下半辈子就自己过，我想有个家。你是这么想，可他未必。他那个人那么认死理，没准准备单一辈子呢。我再试试。再不行，就算了，随缘吧。姐，你放心，就算他不成，你也一定会找到好人家的，一定会的。银泽，小程叔，来老房子这儿给刘哥刘嫂报喜的。没那么邪乎，我就出来透透气儿，刚好走到这里。应该的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应该过来跟他们念叨念叨。他们啥都看不见了。出趟国吧，回来就是喜事儿。这第一年恢复高考，咱们家就出了个双黄的。哎，你啥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们家卫东考不上大学呀？哎，我可不是这意思。其实啊，我是担心啊，云泽岁数那么小，我怕他考不上。你看你原话都不会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云泽呀，是人家学校提前发了毕业证。哦。那可是个好学生，就算卫东考不上大学，云泽也能考上啊。哎呀，也倒是啊，这地震以后这两年呀，这小子把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，真不容易。哎，他呀倔，就一心想着跟他爸一样当个医生。嗯，
这个也洗洗吧。这不用吧？这一想起他们两口子呀，我就觉得我对云泽和云龙不够好。你这说哪儿去了？我敢说，小刘两口子要是还活着，也比不上你对云泽、云恩那么上心。小刘叔，这胡同里除了我爸，我最服的就是您了。少蒙我，我知道，是你大明叔。我对大明叔那是尊敬，您不一样，你有股子劲儿，能成大事的劲儿。行，那我要努努力，争取不让你失望。还有林爷爷，哎，什么都可以提，这件事儿没得了。但起码林爷爷他还在呀。但是你燕儿已没了。时间过去这么长了，我这心里头我一直在想，在一片废墟当中，眼巴巴的那么就不聊了。云泽，钢笔你留着，用得着，也是人家的一番好意嘛。放心，我不会娶她的。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云恩这孩子好带，哪像我们家那个呀，好死。你是说小达子？嗯，是啊，三个云恩绑在一块儿，也没有小达子一个人调皮。这小子从小就爱听我唱三大白骨精，让我唱了半宿，嗓子都哑了还让我唱。快啊！一转眼吧，快两年了。对不住啊，青年，我把话引歪了，让你难受了。其实没啥，这半年我好多了，不像过去，不敢想，也不能提。咱们唐城人总算是熬过去了。不说这些，哎呀，我就说卫东啊，这孩子好，姑娘好，心疼老子，知道孝敬。你说去年让他上那工农兵大学，他愣是没去，非留下来帮你打理这个家。儿子就不好啊，你看小成多好啊。小成这孩子吧，就是有点倔。都理解理解他，嗯，我理解他，他理解我吗？咱们这些当老的，还图啥理解呀？我去洗啊。哎呦，又让你受累。老林，有事儿啊？算了，以后再说。我说亲家，你可真逗，有什么事儿掖着藏着的，说什么事儿？
是这么回事儿哈。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啊，那个就是杨丹的姐姐总来啊，她想跟大明处对象。杨丹的姐姐啊，她叫杨爱。这姑娘要模样有模样，心眼还好，就带着妹妹和外甥一起过。嗯，我是觉得大明不能一直这么待着，大明我劝不住他，你帮我劝劝，才听你的。我，冯姨。从小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我知道您对我好，甚至比对大明哥还好。在我的心里，我也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娘看。但是今天这番话，你不应该对我爸这么说。小陈，我跟你冯姨说话，你别插嘴。就当我刚才啥也没说吧。对不住了。妈，没睡呢。妈，不是我说您，您真不应该跟我爸说这些。我咋不知道不能跟他说呀？我这不是心里急吗？我想让你再找一个人。妈，那既然说到这儿，咱娘俩就把话说开了。我是不打算在这儿找的。你说啥呢？我说我这下半辈子我就跟您过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你是王家的独苗，你咋能不找了呢？我这哪有心劲啊！我还……大明儿啊，人这一辈子呀，日子长着呢。妈是怕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了。小爱多好的一个姑娘，哪儿哪儿都好，妈也喜欢她。可是我这心里忘不了样儿，我咋跟别人过呀？妈知道你忘不了样儿，妈咋能不知道呢？妈这心里也忘不了，也念着他。可你这下半辈子不能一个人这么单着呀。我一个人能过。你能过，妈不能过。妈还想三代同堂、四代同堂，你得给王家有个交代。要是你爸还……就算妈求你了，你再给妈娶个儿媳妇行吗？娶不了，我真的娶不了。
没想到吧？我来看你了。美多，你怎么来了？咱俩多久没见了？让我看看你，你是不是胖了？你看我这丝巾好看吗？你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？你不来看我，我就来看你了呗。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。我考上大学了，还是第一志愿生物系，将来不仅能当兽医，还能搞养殖。果然考上了，我就知道你能考上。你怎么了？好像不为我的事情高兴啊。我高兴有什么用？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卫东，你干嘛说话这么吞吞吐吐的？咱们还是算了吧。你说啥？我说咱们不合适。咱俩不可能啊！怎么就不可能？我都想好了，一毕业了我就回来，到时候在咱千家农场肯定能找得着工作，然后咱俩就结婚，对不对？哥，柚子哥，你怎么这么慢啊？桂枝，你先回去吧，我马上出来找你。你谁啊？我是张家屯的张桂枝。桂枝，你听话，你先回去，我马上回去找你。我不回去，我现在就要在这儿跟他把话讲清楚。别讲了，桂枝。我不就要说清楚吗？桂枝，朱福德现在喜欢的是我，桂枝，别再来找他了。我说的是实话。桂枝，他现在是我的了，别再缠着他了。桂枝，柱子。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别再来找我了。我走了。没有，你看看你，为了给我送个风湿膏，你还特地跑一趟。昨天阴天，丹丹说您身上肯定不爽快。好闺女啊，你冯姨要是能有你们俩这样的好闺女，该多福气。大明儿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啊，咋了？哦，没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慢着点儿啊！姐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苗给了我包紫菜，刚好可以汆个蛋汤。磊子吗？你没接？哎呦，那我赶紧的。哎，你早说你把他接走了。没有啊，我就是去看了一眼。不是吧？李嫂说你中午就接走了呀。你别急，我再去他那看一眼。好。
跟这儿玩呢。玩什么呢？哟，对不起啊，叔叔认错人了。就你一个人跟这儿啊？你爸妈呢？哎哎哎哎！叔叔不是坏人，叔叔家也有一个小朋友，跟你差不多大。啊，叔叔家就住这儿。哎，我问你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你家里人呢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到叔叔家坐会儿，等等你们家大人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家住哪儿？来，拿着。还挺有性格。刚才在巷子口，我这问了半天了，他也不理我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。你说，这要是真的把孩子丢了，这家长得多着急呀！哎，不会是来串亲戚到谁家？你打听了吗？哎呦，我没问。哎，咱们先吃饭。我估摸着吃完饭，大人就来找了。那也不能老等着呀。那云泽啊，你去问问看周围啊。好。孩子，饿了吧？想吃点什么？你告诉奶奶。鸡蛋，来。哎，伟忠，快来吃饭。摇晃的城市和你的故事，一夜之间消失，长成余生的刺，痛和欢无词，当冷暖自知，还想替你活一次，用这微笑的方式，天地塌了高墙，至少留下一点光，带回完成的愿，换个样子继续前往，在这片重生的土壤，泪滋润了绽放，左手回忆握住不放，右手力量为活着奔忙。我知道有些人不能再回老地方，直到生命多无常，告别总有一天到访，所以每当我想起你挂念我的模样，把它的路活成宝浆，所有幸福才可以安放。